中报道。根据统计，这两年美国投资移民的申请案当中，中国人占了八成。只要花50万或者100万美金就可以拿到绿卡，对中国的富商而言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不难。不过呢，因为投资移民发生的弊案在市场上还是时有所闻。南加州一家移民顾问公司就提醒华人，务必要慎选投资的项目，才能一圆移民美梦。明亮又宽敞的空间，长条形的柜台把工作区和顾客大厅区隔，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区里各司其职，从接单开始制作到完成 SOP 标准化作业流程，一点不复杂，却讲究效率和品质。同样是素食连锁店，这里的感受很不一样。Everything we sell is unique. Our Italian sausages, our formulas, the Polish sausages, everything that we sell is unique to us. But the Italian beef is the biggest part of our sales. We make homemade French fries. They have no chemicals, unlike, you know, the other people out there. They add a lot of chemicals to their fries. We don't. It's all a natural product.来自芝加哥75年的历史，知名的意大利牛肉三明治店，顶着芝加哥七大美食之一的光环，以及美国十大三明治之一的美名，在南加州东区青豆市开新店，带来芝加哥美食。而这种经营模式也成为移民投资的热门选项。连锁加盟店是移民局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第一，连锁企业是做不了假；第二呢，是连锁企业。是基本上是个盈利的，而且是一个劳工密集型的行业。第三呢，我们绝对可以雇到超过10个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移民局呢，他绝对会很正确的来批这个东西，而且以最快的方式来批。现场开讲，拥有25年移民官完整的资历，杜振宇表示，这家连锁店就是中国移民的投资案例。不过市场上投资移民混乱的现象，他也提醒华人还是要慎选，找到可靠和专业的投资案例，一圆移民梦才会有保障。东森新闻吴宗国、李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